做太危险了。要知道，如果被狮群攻击的话，我们即便是在车里，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只是在靠近他们几十公尺而已。我愿意多给你一些钱，这样总可以了吧？不行，这不是钱的问题。我答应过我的妈妈，一定要和狮群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我妈妈会担心我的。哦，你不是说你的妈妈已经去世了吗？既然已经去世了，那她怎么还会担心你呢？世上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母亲呢？我妈妈在世的时候就担心我从事这种工作会出意外，所以我向她保证过，绝对会和狮群保持最安全的距离。现在我妈妈虽然不在了，但是我也不希望她在天上替我担心呢。世上的母亲都是爱自己的孩子吗？当然了，不止我们人类，就连动物也是如此。狮子虽然凶猛，可是他们对自己的孩子也是非常宠爱的呢。说着，他朝狮群看去。狮子群里，一只小狮子正调皮地在趴在地上打盹的狮子妈妈身边跑来跳去。狮子妈妈被他吵醒后，只轻轻地伸出爪子，拍了拍他的小脑袋。你看到了吗？即便如此，他的母亲也丝毫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嗯，我的拍摄重点就是这对狮子母子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成为焦点的。从那天起，我便开始观察那对狮子母子。那只小狮子非常调皮，不是在妈妈睡觉的时候窜到身上将其闹醒，就是啃咬着妈妈的尾巴。不过他妈妈却很少发火，只有他要靠近草原边上的悬崖时才会生气。哎呀，你看，那只小狮子竟然又要往断崖边那里跑。这个家伙真是太不听话了，如果他真的掉进悬崖，那可能会受到极大的伤势的。你要去哪里？哎呀，妈妈，你睡醒了。我不是告诉过你不准跑到那边玩吗？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快给我回去！我就只是想在这里玩玩，我不会跑到你说的悬崖那里的。真的，妈妈，我不会去悬崖那里的。那也不行，你知道那里有多危险，要是再让我看到你去那里，我就要好好的处罚你的。哦。哎呀，这个小家伙还在生气呢，他的母亲可都是为了他好呀。那只小狮子一直感觉他的母亲过多的限制他的自由，所以一有机会，他总是想跑去断崖那里。好机会，现在妈妈不在这里，我正好去那边看看，看看那里究竟有什么可怕的。哎呀，不好，我停不下来了。怎么回事啊？这个家伙真是太不听话了，他竟然真的不听他妈妈的话，跑到那里去了。现在可好，掉下去了，这下要怎么办啊？可不是嘛，小狮子一直以为他妈妈在限制他的自由，现在他应该知道了，他的妈妈以前那是因为爱他才那样做的。我们过去救救那只小狮子吧。不行，我们不能过去，那样做太危险了。难道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那只小狮子死掉吗？你放心好了，他妈妈一定会救他的。我不是和你说过吗？母亲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当看到自己的孩子遇到危险，做母亲的会不顾一切地去救他的。小狮子掉落的地方那么陡峭，母狮子如何能将他救上来呢？怎么办啊？他那个位置，我根本没有办法下去救他啊。不要着急，我们一起想办法。对，我们可以一个拉一个将你放下去。
这样你就可以下去将它拉上来了。对呀，你这个主意很不错。就这样，狮子们一个接一个将狮子妈妈慢慢地送到了悬崖下面的平台那里。妈妈，对不起，你是不是生气了？知道错了就好，妈妈是不会生你的气的。我以为狮子妈妈会狠狠地教训小狮子一顿，没想到她竟然会这样。狮子妈妈为什么要教训她呀？因为她妈妈一直不让她靠近那里，可是她总是听不进去，所以今天才会这样。妈妈都是爱自己孩子的，不管孩子做错了什么，妈妈都会原谅自己孩子的。嗯，你说的有道理的。经历了那件事情后，我便毅然决然地回国，回到了妈妈身边。我以为我妈妈会因为我当初的不辞而别而生气呢，结果等我回到家后，却发现我的妈妈并没有生气。母亲都是爱自己孩子的。嗯，怎么搞的？那几只小鸡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怎么，这几只小鸡不是你们养的？当然不是我们养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喜欢跑到这里玩。孩子们，我不是和你们说过好多次了，不要跑到人家院子里玩吗？哎呀，妈妈又找来了。我还没玩够呢，不要管妈妈，反正她也钻不过来，不如我们玩痛快了再回去好了。嗯，我们不理她。孩子们，你们没听到我的话吗？快回到妈妈身边来。这些小鸡也太调皮了，他们的妈妈那样叫他们，他们怎么也不快点回去啊？你的母亲不是也一直在让你回到她身边吗？可是你做到了吗？哎呀，变天了，快要下雨了。雨好大啊。对呀，我们快跑回去找妈妈。糟糕，雨好大，我的小孩还在里面，我要快找找哪里有洞可以进去。那边有个洞。孩子们，快来我身边。妈妈，妈妈。没事了，妈妈会保护你们的，别担心。你说的没错，做母亲的都是爱自己孩子的，哪怕孩子曾经让她生气伤心。我想明白了，我要回到我的母亲身边。嗯，阿康，你回来了，快来吃饭，我一直等着你呢。妈妈，对不起，我不该惹你生气，我不会再让你为我担心了。嗯，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Thank you.
我们的心就像念佛一样，一心归命阿弥陀佛，在思想行为上是同行同愿，四十八大愿，愿同理大众，劝进行者揭发菩提心，念佛生净土，为了趁愿再来度众生。所以我们也在真实的皈依三宝而得到了八关斋戒乃至无上菩提心的八关斋戒的戒体，来圆满我们的菩萨道。我们修行大乘佛教，就怎么想都是别人，都是大家，不要想自己，你想了自己业障就来。为什么他要对我这样啊？为什么我输他啊？如果你赢他你会骄傲，输他你会自卑啊，会觉得别人对不起你。所以为什么讲无我的智慧空性，只有利他的悲心，要保持在这样子的状态。那最简单的方法就一直想着众生，一直利益对方，那慢慢你这个我就跳开来了。哎呦，我身体好痛，那你就会抱怨。哎呦，众生好苦啊，那你就悲心了，因为你的痛会转成众生的苦。当然既然讲无上菩提心，那各位什么要具足呢？第一个要具足三皈依，第二个呢要具足五戒，第三个呢要具足十善业戒，第四个呢更要具足四弘誓愿的菩萨戒，更重要的各位在持咒，那更要具足三昧业戒，誓言永不死退转的誓言戒。那这样呢，愿自己能够快速成佛，更能够快速的度众生离苦得乐。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那么十障都是什么障呢？以下解解这十障啊。主说了，十无尽障是每个十句时，十句时，那所以成为这无尽了，就这样子说的。一个是信，任何经教的教义里头，先都要说你信。